长热缩管加热设备，1米长的热缩套管可以多根同时加热收缩，多根热缩管加热方案。多根产品同时加工，提高产能。开机，启动行走式加热器，可以实现长热缩管加热。热缩套管加工范围，热缩长度小于1米，热缩管直径小于35毫米的产品。到达行程位置，加热和行走自动停止，手动回原位。